OK， 欢迎收看《我是表哥》，今天让我们来玩这个美味点糕糕啊！这个游戏的规则太简单了，知道吗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拿一个托盘叠，拿在手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蛋糕，我要把这个蛋糕呢往上叠，然后再把另一个拿上，再把另一个拿上来，这样算一层蛋糕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搭成什么样子呢？搭成什么样子？每一轮那么翻出一张这个牌，这个牌就是我们要搭成的样子。画了一层呢，我们就搭一层。首先搭好一层呢，哎，抢去拍这个零。哦，我搭完了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但是你拍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蛋糕不能倒，倒了就不算。有人拍零了之后啊，所有人就是暂停，就不要搭了啊。我们检查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塌，或者说他有没有搭对啊。他成功的完成了这个单子呢，啊，那么这张卡就归他，这上面写着两分啊，就归他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下一张。哎，你看这张就有三层了。这是几层？这是两层，按这个蛋糕可以转，按中间的缝隙，这是一，这是二，听我吗？哎，倒了，这就要重新搭了。可以干扰吗？你先说一下。干扰嘛，搞节目效果嘛，这个不过分的话，都非常 OK。什么是过分？比如说我现在给小撒字，就算过分了。撒了就算过分。是的。那我今天指定不过分。捡条命回来。规则是很简单，但我们今天是这个游戏装备升级争夺赛，我准备了一些游戏装备给大家。中途呢有一些小结算，结算时候呢谁分多啊就能获得相应的装备，到时候最后看看谁升级的最多。开始啊！来，开始啊！一个两层的蛋糕，我们开始拼。倒他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在这刷他的时候，这个刷炮他一直在震，然后我手就倒了。你赖他，你赖他。我搭着好好的，就差一点点。他倒了，给我碰倒了；我倒了，给你弄倒了。你要不怪就怪他，就怪你啊！怪我干啥呀？我怎么说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小奥打好了，那这张归他，他现在有三分。恭喜啊，小奥是我们第一次阶段中分最高的人啊！哇，是我的。我都拍零了，给你商量升级一下，键盘和耳机。哇，达尔优 A98 专业版98配列的机械键盘和达尔优头戴式电竞耳机 EH732 都拿过吧？你这个升级是怎么个说法呢？自然不明显吗？你平时打游戏的时候噗噗激动，超级版跟打架子，吃鸡也不带个耳机，脚够轻不轻？达尔优的 A98 专业版，200多的价位，配上 PSP 的接口，六层填充，有效消音，手感柔和。EH732头戴式电竞耳机，黑金配色 ，RGB 灯效，专业7.1环绕音效声卡，让你实现精准快速判断。这还不叫升级吗？那我以后酷酷干你，等着吧。哎，第二张是这样的，你给我滚远点啊！我能倒吗？转一下方向，转一下方向，我有点不平衡了。小奥别受冻啊，小奥。我稳，贼稳。我解一下，解一下，解一下。我拍完零才倒的吧？不算啊，不算，不算。我拍完零才倒的。啊，继续。哎，我拍完零才倒的。继续。哇，这游戏这么难吗？拍完零才倒的他。哎，别吹啊，手本来就抖，别晃了。我拍完零才倒的。知道了，但是他倒。裁判应该说拍完零就算结束。我会数5秒，好吧？刚刚怎么说？就是啊，拍完零啪就倒了。我拍完零前倒没倒？没倒。拍零那一刻倒没倒？5秒内倒没倒？5秒内是现在的规则还是刚刚的规则？现在的规则。我要起诉你！高四人，哎，他妈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又吐他？这张没换成啊，三成。严肃，认真，我和你们嘻嘻哈哈。拍零啊！不是，等会儿我给零放回去。哎，我一层怎么有两个蛋糕飞啊？有两个蛋糕飞有什么用呢？这样更稳吗？也可以。怎么现在才说也可以？他不说我也没想到这一点呢。
5、4、别过去，点就不行。我拿下零，谢谢。我拿下零。哎哎，零不可以动啊！零不能动，不好意思啊。5、4、3、2、1。呀！我就说我拍了，我早就拍好了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我赢算了？恭喜马哥，这一次决赛你获胜啊！哎，你那鼠标用好久，必须给你升级一下，好好记住你。哎呦，这鼠标还挺好看啊！第一次看到黑色的鼠标，还是 ROG 的。那是当然，这是 ROG 和 Aimland 瞄准实验室合作版专业电竞鼠标，搭载 Aimpoint 36K 旗舰级光学传感器，它是 Deep Nova 无线连接技术，即便是无线模式，也能实现精准定位，续航还能更长久，而且整体重量只有14克。不过该说是操作好，越要白脸。哎，别打了吧你啊！我摸上念那么多词儿，这我东西啊！哎呀，我帮你，是你，是你，哎，别碰我！5、4、5、4、3、2，他赢了，他赢了，喊黄轩的。耶！这什么？换位置。和右边的人换位置。兄弟，是这样的，换位置，又换位置。5、4、3、5，停！停！没分了，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了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桌上这个小方块是干什么，这个就是樱桃。如果你看到那个蛋糕上有樱桃呢，你需要把这个，在你叠好蛋糕之后，来把这个樱桃放上去。啊，对，颜色无所谓，是个樱桃。OK。我去！5、4、3、2。9分、6分、15分、10分啊！终于不用扫厕所。这次啊，我们整一个重磅升级装备加个赛，谁先叠个8层，谁给这装备拿走。你直接给我吧，我已经胜利。哎呀妈呀！我不能整一个？你先呗就。哇，好安静啊！突然安静不是因为输了，是因为不服你。啊！我和你一会儿怎么办？你一会儿怎么拿起来啊？我肯定赢不了，反正我现在玩只是不想显得自己尴尬。哇，我海王差一层。害人害己，我可没动你啊！我可没动你啊！哎，我完成了，现在问题来了。怎么放到？怎么放到手上？我们不干扰你，你先放到手上。期待你完成这个状态。我能秒出手扶着他吗？可以啊，你只要结算的时候，你是一只手就可以了。我给你加油吧，行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敌人不敢死。你等会儿，我可没碰到，知道啊，我帮你死啊。2、3、4、5、6，你在这打你7层。你别笑，你别倒了，其他你完成了，你别笑我。这个刀应该忍住，根本忍不住，要完成了吗？7层。
最后一层了，最后一层，两个人搭都难。哇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！再给你上个礼花。啊！恭喜！感谢马哥帮助了我。没事，我也是闲的慌。啊，没事啊。二楼地方准备好了，给我走。恭喜王哥获得重磅升级，红米鸡翅2024游戏版，全新十四代英特尔酷睿 i9-14900HX 处理器，采用最新的英特尔七工艺组成，24核心32线程，性能和睿频频率高达5.8GHz。我走的移动的性能梦三二，再搭配140瓦满功耗英伟达 GeForce RTX 4060，逼真化光线追踪更是不在话下。16G 双通道 DDR5 内存 ，ETD 高速固态硬盘，绝对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。这才是资源给我升级的，那必须的。这不想咱们的二楼定位稍微升级一下吗？平时玩游戏啊，大家总有些需求，而且升级后到时候大家拍游戏视频也顺利一点。这不趁着京东现在有活动，爆款电竞装备5折起，现在打开京东搜索智哥装到，像达尔优的键盘耳机好评抢赠礼，新品还能抢20元优惠券， LG Ace 鼠标晒单还能立省100，旗舰游戏版认准酷睿十四代 HX 最高享受24期免息，趁现在想升级游戏装备的各位千万别错过喽。这个冠军应该是我的，没事，冠军是我的。我给予你的，我让你赢的，我就实力拿。没有我帮你，你能拿得进哪儿？是，没有我帮你，借我玩两天。什么借我玩？借，我不稀得玩。马哥帮你，你不得把屏幕折了给马哥？你用一人一半。哎，不行，一人一半，不行。我宣布，海皇和小同时获得胜利。哎呀，没有获得胜利的两个人。去把我的电瓶车给我刷了。问题是你的高斯呢？我刷我电瓶车，他刷我电瓶车，有什么问题？好像也没问题哦。去刷车去，走了。这怎么好像是我一个人的惩罚呢？你说电瓶车该不是得刷？就是。